现在的话，我也把它快速的换成机体。我来看一下艾露奇。结果到最后面还是没有人能够操控35000斤那一台。怪物，加缪，可怜。谁啊？之后我在 Google 看看，他到底要谁来操控会比较好。好，看一下市场，马上进入下一关。哦，有了，这个，买两个。这个就不用了，加五而已，随便打一个敌人都直接加上去了，对，不用，加十。回合开始11，回复到最大值的30%，这好像可以给那个。为什么你可以卖这么多？初级的修理费只有10，这该不会是给那个塞巴斯坦吧？冲出去，然后开气盒，炸个2-3次之后爆炸也就死。不要了，我不要这个。每个人都是要好好的。可怜。宇宙只有80块，搞巴姆装甲，好，存档，39万，啊，对，忘记给那个汤 A 啊。欸，他240，那这样应该可以，那就立钢弹也可以。啊，马斯丁开场。啊，这样应该可以。啊，钱又没了。盖特，觉得不用了，应该也不用这个。我决定给那个森盖特带一个哈喽。
好，看一下有谁。卡密尔390，基隆也调一下，假儿人，你需要回避吗？应该不用吧。无所哈利，阿姆罗、天使钢弹、维雷塔，安安，是啊，打完了。Hello， 欢迎来收看哦。是啊，总算把许多人都干掉，接下来就打恐龙帝国，然后还有卡姆卡姆跟大力神。第四十话好像会遇到他。身家只是零件，到时候再废弃。是吧？我没在看因为我现在在赶这个。反正等到明天再看结果就好了。人家的 Sophia 跟 Zinga 是一对恋人，我加速一点点。
才刚说马上就出现 ，Come on, come on。行くぞ。悪の元凶を始末する。イエーイ。简单很多了吧？聖なる神アトームよ。有熟练度吗？我は神の意志により新しい世界を築かん。汚れなき新しい大地を生み、ヌビアの繁栄を築かん。我看能不能在明天下午的时间把它破完。敌人都在空中，好，盖特。而且，木星应该可以接收到月亮吧？啊 ，X 没有熟练度啊，但是有新系统哦。什么样的新系统？说来听听。来看看，这个新系统也不错。噔噔噔噔噔。你派不上用场了。它好像也有指挥系统，不过我还是等一下，我再看看新系统是什么。这样还蛮好奇的呢。技能路径系统很方便。技能路径系统，技能路径，哇，这直接按下去就直接全体放精神了。原来地球摇篮是努比亚。只要击碎机体，就会拿到一个叫做 Tech 点。击碎一个机体，该不会那些点数可以拿来用一些战场技能吧？比如说全体敌人的命中率下降，还是什么什么的，或是帮那个机体一个回复生命 HP 啊？みんな、来るところへ来たようだな。ええ。今まで我々は、コネクションの悪事の裏でなく、多くの人々を救うことで、こと足りたが。
今度は違う。標的は一つ。仮面仮面。やったろうじゃん、この。全歼敌人。全歼了。我感觉那个 tech 点数有点像是战场点数啊，就应该是像比如说提升同伴能力，好像在第三有看过类似，它可以越换特殊技能，原来是这样哦。验消费减少，哎，那是不是就缺少了角色养成系统，就角色学习技能那一些？应该不会吧，角色技能都不见，还有底力，原来如此吗？哦，就是用另外一种，那感觉像变成说另一种替代方案。哎呀，阿姆罗。短腿阿姆，这样的话就变成说你自己去给他，就像 UX,BX 嘛，打到那个道具，然后你去培养专属的，就不用说像原本一样每个人都获得点数，但后面每个人其实都不是很厉害，你可以专注强化一个人，敌罪数也不用太担心说都归一个人所有，这样好像不错。还有一个额外的动作系统啊，额外的动作系统。什么样的额外动作细胞？啊，贝迪哥，加油啊！是 PC 版才有的吗？但是需要消耗 EXC。额外动作系统，特殊武装吗？看起来像特殊武装的意思。每个版本都一样。有什么阴谋？大家要小心。没错，他很大的阴谋。多重攻击，打一次就可以再打一次。哦，连续嘛，连续行动，这个我知道。之前好像玩哪一个，他好像也有连续行动。不过他是技能的，好像是力吧，力兔。不过他是只有一个技能，不是像那个。战场你说的那个一样，消耗点数然后启动一次。等一下哦，应该这边应该可以，是我手机的问题。碎裂攻击，一回合内攻击会瞬时变为彗星一次。
定，可以指定任何一个人，就不用说像，那好像就像斗智嘛，一回合内必定暴击，但是不会受限于个人机制，直接指定下去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它取消掉了很多的精神，然后也取消掉很多的技能养成，但取而代之的变成可以任意发展，自由度偏高了，这样也可以。敌人的飞机血量也太低了吧？短腿阿姆罗，你上啊！只能用一次死攻击，不需要任何弹药跟医院。看来就变这样，变成就是把许多限定的精神或限定技能取消。然后全部归为战场效果，然后可以施展在任何人身上。我觉得这样自由度更高了，不错。吃敌，我觉得敌人等一下已经出来一大堆，这很明显是一个陷阱。看来改动还算蛮多的、啊，OK， 完了就知道，我也很期待哦。听你这么说，看来 X 他 PC 版做的还算不错。还有选难度，easy normal hard 嘛，还有没有 EX 啊？有 EX 的话也不错啊，超级难度，超越 F 完结篇。意思会拿不到特殊奖励，那这样不是叫人家要拿两轮吗？或三轮，只限 normal 跟 hard。我再看看 hard 跟 normal 有什么差别。既然 normal 可以拿到很多奖励，那 hard 应该拿到的是更多。38%，你好样的！hard 跟阿法外传比起来，会不会更难一点 ？hard 目前我觉得阿法外传要说它难吗？对我来说还不至于、啊、难，对我来说难的话就是到全灭了还没办法破关，目前为止就是很拖，我觉得敌人很拖。阿法外传比起难度它更多的是比较拖一点，
如果它速度可以快一些的话，我觉得还更就不错玩。如果有重置版的话，速度快一点，然后难度上升，这样也不错。カーメンカーメン、貴様の思い通りにはさせん。ボーイ、強行突破だ。ガッテンだ。ガッテンだ。キッド、お持ち。然后后来发现 ，OK， 银河旋风它是三部曲，俗称 J9 三部曲。银河旋风、银河猎风还有银河暴风吗？忘记了。不能反击了，打到你没经验。来看一下我们的 Geta 39%，哇哩耶！算了，反正会 HP 回复嘛。对，我好像有看到他可以选双主角，我觉得这一点他进步蛮好的。因为以前像那个力兔啊，然后力三，好像 V 也是，你主角都不能选，都内定。我是觉得说可以多一些自由度，像阿法一自由度最高，八个主角任你选，而且不同的性格、不同的那个机体类型，就是超级真实系，你自己搭配，生日什么的也都是。目前为止，也很多人都说过啊，阿法一自由度最高。激战 X 选女主角，女主角应该是真实系嘛？真实系的话可以闪很多敌，超级系就是一直挡一直挡。不过我另外要考虑说 ，X 他有没有那个负面状态？如果有的话，超级系主角就没办法挡。身为超级系主角，你再怎么硬，那敌方 BOSS 一直放一直放，放一大堆负面状态，捡装甲，捡你的回避，你就受不了了。The Big O， 简称魔法机体，都是用魔法吗？目前看到比较会用魔法的，就魔装机神吧。有那个元素啊，不同的元素去用。啊，等一下，打过头了。因为他有说两回合内要完成胜利条件，用魔法，马猴修酒，变马猴修酒。出现了，变两个了。我的生命是几百万年的啊！对，我觉得应该像光说的一样啊，哪边都是实体，会不会是复制人啊？好，两回合内打掉他们 ，PD 130了，等你啦。噔噔噔
假的，撑住啊！你的装甲2000的，我改了一下哦。行くぞ！腐ったリンゴは芯から潰すんだ。去碾碎腐烂的苹果。Okay。碾碎腐烂的苹果，两回合应该还可以了。这一关该不会就是这样一直打一直打吧？那这样的话还蛮简单的、啊，只要出一大堆那种好几万滴的。哇！你差太多了吧，马星开场被打才2000出头，你被打3000。虽然装甲是有差啦，但是有差到这么多吗？现在他也在用魔法，努比亚之光快把我打死！两回合。给他了问，我还是非常印象深刻的那句台词：“天机德拉贡，约梗变成德拉贡了。”看来日本那边真的他们会念的很不一样，一枪2200，完全可以。GP03 应该要卸下来那我还真不知道超级系的主角他要用什么样的技能。女主角是用魔法，那男主角是用物理攻击吗？我觉得你需要治疗，让我来物理治疗你一下。物理治疗。直接用盖特射线一下，哦，还蛮痛的。接下来就超受提升，我给他装了每回合会30%的液，160吧，30%16。32 48，加5，算50好了。每回合回50，每回合开断空剑，断空爆空中是 B。喂，啊，机枪还好，给你打。这第二回合。无赖剑光术，
啊啊啊！当我们的无赖我非常的帅气，结果是莱丁来挡子弹。第二回合，马辛凯撒。哦，被他盖掉了。魔人カイザー、行くぞ！ファイヤーバスター！ファイヤーバスター！暴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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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啊，没有。暴击的时候会震动一下。生かしては返さぬ。やつらを始末してしまえ。抜かるな。这叫机枪？那光速炮吧？どうしても魔人カイザーと戦いてみてえだな。53D。よっしゃ！ガロード様が手を貸すぜ。美麗ね。やりおったな。生かしては返さぬ。你真可怜啊，卡蒙卡蒙。机枪的话，53D 而已，没惊啊。打流你顶多100D。而我打他才1400，也太惨了。我觉得你应该不需要用到乱舞太刀了。没有阿拉伯或者是埃及的音乐，好，再用一次，我觉得交给他就好了，以防万一吧。反正一次耗也才耗30而已，反正还真的差一点点干掉他。哇，1920。马斯汀凯撒被打53D耶，盖特真的是脆皮耶，超脆的。最脆，浪费我的31耶。虽然刚刚说是没问题，没关系的，但是我想一想，还是觉得说有点不太满意。放空我应该撑得住吧。卡蒙卡蒙。哇，你跟盖特一样脆，我还给你特地上了超合金力。坏坏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我？好啦，闭闪。之后给我们的莱丁或剑医生等一下，看他等级这么低，坏就敢扣耶，来亚伯。不能反击。人哦，想到这几天玩那个钢弹安奈，一进去有时候很窄的通道，然后一只人肉就出现了，然后就拿着四把光速剑转转转，然后就突然死一大票了。
那呢？哎，有在动。啊，来丁。好，不要报警哦。哎，乖。Voltes Pasinka， 哎，我忘记上努力了。我的术士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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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さらばだ。哇，用努力的话再加四，而且它两千三，说不定会变成加九等，加五，哦，五十五等。你们都无言。才怪才怪，没这么简单。哎，哇！丁哥，都拿着。哈最讨厌的来了。啊，来吧，应该打这大力神就可以了。可是我担心之后又有敌人要出现。喂，我は全アルガボルト、メイガスの剣なり。こんなことで私の罪が許されるとは思いませんか。哎，真的被打到。哦，一刀一刀，一看也就来一文字斩。我が斬首に恐れ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。このディアナソレルが保証いたします。我去你的！一到五，哎。啊，不能用卫星加农炮，我派你何用？在木星上面竟然接收不到月亮的微波，好像也对哦，在木星。索雷尔，迪亚娜索雷尔。有一闪的先开一闪。有一闪的就当别人的缘故好了。Get他！
%，竟然打得到，有点危险。47%，也差太多了吧？卡利斯回避力真的太高了。哇，还好他没妹夫。我就知道你一定打他。据我估计，300滴。400。120、160、150，123、132，再一次，搞乱。11年也太低了吧。来吧，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你干掉。ターゲットロックオン、ツインバスターライフルを発射する。この俺に命中させたか。太火ね。我はゼンアーゾンボルト、メイガスの剣なり。ゼロシステムの予測範囲内の攻撃だ。
王様が手を貸すぜ。この俺に命中させたか。反而卡洛的还比较痛。原来这种系统就只有这样吗？118不行，不够。13看你撑不撑得住。14000哇，可观的伤害，目前最棒的就是他了。油断したか。我は全アーゾンボルト、メイガスの剣なり。露出三个内内，好可怕哦！有个小时候的确有点这样，觉得很疑惑，为什么是从胸部发射出超音波？久しぶりに手応えのある敵と巡り合えたか。再加农炮，ファンネルポッド展開。行け、ティンファンネル。有没有在损啊？スネードゲルネに直撃を受けるとは油断したか。我は全アーゾンボルト、メイガスの剣なり。好，没音乐呢，太好了。機動性についてこられるものか。真打ちは最後に出るのだぜ。イエイ。決める時が来たようだな。
最后我是希望说他不要逃跑，逃跑的话我就浪费。これで終わりにさせてもらおう。だが、この逆境が俺を奮い立たせるのだ。逆境只会让我更兴奋。有这么变态吗？機体の動きに無駄が多いぞ。等一下換蓋特。僕が援護します。戦士として死を迎えるのなら本望だ。五十三，这边五十个，十一，浪人好了。打下去一定没损血啊。他反正他逃掉的话，后面四三话他会出现，然后一样把他就打死他。自爆！西罗，你是不是惊叹号了？惊叹号一下，他学你一样。这一关结束了，这一关真简单。卡蒙卡蒙，可是他没出现。
明明就是要偷东西，你这家伙。啊哈，太好了，这一话很快，最喜欢这样。先存档，那晚上我们再继续。好，如果接下来这么快速就好了。好，那到这边下午的实况告一段落，那么谢谢大家收看我黄金城的实况。那大家晚上见哦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